英超第25周嘅比赛赛前排第12位嘅韦斯咸主场嚟到喺伦敦球场对住榜首嘅利物浦啊，咁啊上半场。在開波的早段攻勢都是嚟自韋斯咸居多，小豆呢一下咧就諗住俾翻盧寶，但係後邊仲有個基士位，呢下已經是10分鐘第二次的警號㗎啦。係啊，因為喺呢個射門之前咧都有啦，香南迪斯的射門都是緊緊喺處邊出界嘅。咁初段咧雖然咧就利物浦咧控球的時間是明顯較多啊，咁但係咧韋斯咸做咗出嚟有威脅攻勢咧，亦都非常之唔少嘅。去到15分鐘打後啦，咁啊南美基帶中間咧就失咗個波俾迪勤懷斯嘅，跟住咧就斯洛加斯啦同小豆咧眉來眼去撞咗幾下之後咧，小豆啊等一等嘅望一望，跟住斯洛加斯走啦，疊嗌都有人上嚟，不過佢發現更加好嘅位置自己射啊，逼到咧阿里遜咧今場作出第一個撲救。係啊，咁啊所以見到咧即係香南迪斯都唔係話冇理到咧走上嚟嘅費特力斯噶。咁頭先你都見到基大有一個咁樣嘅失誤啦，事實上後邊好多利物浦嘅球員啦，佢喺嗰度咧唔需要咧控得太長嘅時間。跟住入波先嘅咧就係利物浦啦，咁啊留意住咧費明奴啦，俾到咧就係今日正選嘅拉蘭娜，咁啊今屆比賽啦好少正選一隻手數曬噶啦，咁啊引咗兩個防守球員埋嚟，前面有基士維，後邊咧有斯洛加斯，跟住撩到過嚟俾詹士米拿耍手中間，然後文尼右腳一控左腳一趟，死角入網，22分鐘嘅時候1-0領先，文尼都係僅僅職業生涯當中第二次連續3場英超入波，攞出嚟門前咧亦都令到迪奧普失咗位，這個波就好明顯越位啊，咁除咗呢一個嘅誤判。導致入球出現之外，其實成場賽事咧兩邊嘅旁證咧喺越位判決上面都唔係好準。雖然係誤判，但係都造就咗咧就係詹士米拿喺英超交出第81次嘅助攻，超越大衛碧咸。但係跟手之後咧就一個好靚嘅罰球組織啦，咪俾安東尼奧追成1-1平手。除咗開波頭嗰10-0分鐘之外咧，全場都趌下趌下嘅，但係咧就無礙佢咧就係發力咧全力去衝刺喎。咁呢度嘅罰球咧，亦都明顯咧有一啲嘅組合啦，時間上面嘅配合咧相當之靚嘅。咁你睇到走入去嘅時候，好肯定啊，因為佢係賺咗個冇人騰衝入去啦，完全就冇越位嘅，最後撞柱而入。咪盧寶咧亦都擋一擋咧，就拿比基達啦，咪令到佢咧就未能夠再切得近啲。咪呢一下咧就係迪勤懷斯嘥咗一個上半場41分鐘41號仔嘅黃金機會啊，未能夠計阿仙奴入波之後再入個球。其實衝入去球員唔止一個啊。咁更加具威脅咧，理論上咧就係迪奧普咧後邊衝上嚟嘅，咁但係佢就俾人攔低咗啦。否則嘅話咧就唔止一個球員衝到門前。咁結果咧上半場就1-1打成平手啊，亦都係連續兩場嘅比賽咧，利物浦咧同對手半場打成1-1平手波。下半場出嚟咧，沙拿咧咁啊用自己嘅創意啦同埋技術啦，咁啊製造咗呢一下嘅埋門。沙拿呢啲都係招牌賽嚟㗎，你以為佢左腳出波咧就防佢嘅左腳啦，但係佢仍然都會吸入嚟禁區咧繼續推進。之後韋斯咸去到下半場繼續就是由譬如好似係安達臣啦，跟住之後再比落去斯洛加斯啦，出到嚟喺底線嘅時候，安達臣攞翻嚟右腳，跟住法賓奴再加盧寶一腳嘅射波。下半場咧，韋斯咸仍然都有一啲嘅機會㗎，這個波咧就有少少撞到手嘅，咁但係咧就個波其實都比較意外啦。可惜咧，盧寶射唔中框，咪結果1-1打成平手，各得1分，但係曼城贏波咯，所以咧而家只係得翻3分領先優勢。